学习，天天向上，希望大家重视一下啊。我们公众实际上我们就坑奥拐啊，坑奥拐同样可以用于波段的龙头牛股，哎，可以用于波段的龙头牛股，好吧啊。那么我今天呢就结合我们的一个案例，或者说结合两个案例，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波段龙头如何去操盘。特别对于我们一些上班族，或者对于我们一些资金量比较大的，或者说呢年龄比较大一点的，想能够追求稳健的波段的收益的，哎，稳健的波段的收益的，那么就是可以参照今天的讲法给大家进行交流。交流之前还给大家闲聊几句，闲聊几句，涉及案例不为荐股，如有涉盘盈亏自负啊，大家记住。那么涉盘四条件大家看到没有，哎，所以我这里面总结的实际上我现在带大家就是实战，完全进入实战的状态。那么我们要求大家能够看懂波段的趋势，攻守冲防八步攻防，那么这是量线里的知识，能够预判短期的涨跌，能够掌握进退标准，能够临盘灵活应变，这个要求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不简单，已经达到一种融会贯通的程度，需要我们对量柱预言，需要我们对量线预言，量线基因，量柱基因，量线基因，需要我们对涨伏击涨停的一些战法，涨停密码都要清楚，才能够真正的融会贯通。那么因此说我们学习量学有五个境界，老师给我们总结着五个境界，大家可以对照着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发现我们一些队员总是基于实盘，总是以实盘，学了一点点皮毛，哎，学了一点点皮毛就在那地方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自己水平已经很高了。实际上我们老师跟量学悟道五个境界，第一个是领悟，仅仅是入门，入门的新手能不能基于实盘呢？练兵的可以，重仓出击满仓出击对于新手而言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第二才是坚悟入场是好手，第三是参悟入射是能手。应该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能手，我也最多是能手这个阶段。第四是顿悟是弱道，哎，真正的弱道才是高手。一旦入上进入入道的状态就是什么，此时无招胜有招了，那么最后是个觉悟，那就是出神入化入道呢是胜手了，胜手那就完全就得心应手了，这种一种境界。所以也就是这个赚钱就非常是轻松自如的了。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顺便就是再看一下我们的量学悟道的五个境界。所以每个队员要对照自己的水平，当前处于什么状态，新手水平、好手水平、能手水平、高手水平还是胜手水平。我们呢把它比作围棋的段，围棋有段一段二段三段，最高是九段，对不对？一个九段。那么应该说我们大家新手想想一段二段三段四段五段，我们量学至少培训可以当有五段，进入五段了才真正是出神入化才可以，对吧？至少要进入三段才可以谨慎操盘谨慎实战，那么四段五段，对吧？四段五段那才是真正的可以进入实战的状态啊！这个今天给大家顺便聊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狼行千里啊，狼行千里吃肉，古话千途淘金，大家一定不要急于实盘啊，真的不要急于实盘，一定要学习。今天给大家讲波段的，大家看一下我这幅图，一直给大家看，经常给大家说一定位置，一定位置，一定位置什么意思啊？我们要做攻守冲防的什么样啊？主攻段，
是不是主攻段呀？哎，就这个以前的这个不是标准的大盘，我们看这是不是一奥呢？这是一奥，这是不是二奥呀？从大的来说，我们做波段的龙头股一般都要做大的二奥，因为我这个是周向图，看到吗？这是周向图，所以看起来短，实际上如果把它放成日向图，这个底部是比较扎实的，是比较扎实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要做这个主攻段行情，那么再一个呢就做这个冲锋段。那么冲锋段是不是没冲过去你就做呀？没冲过去能不能做呀？你必须要看这主攻段是怎么攻的，是不是？哎，主攻段攻了五级台阶黄金梯，带了洗劫打劫之后，突破了左侧的奥尖峰，并确认站稳了，这个时候干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做多，是不是？才可以做冲段的行情。那我们有些队员到了分顶站也没有管到底这个地方有没有突破了，然后就着急就在这个位置追进去，还没有确定突破奥尖峰的时候就着急进去，今天有一个队员就吃亏了，是不是啊？新队员就吃亏了，好吗？对，所以一定要确认之后，过峰保顶之后才进入冲段啊，没有过峰保顶确认之前是不可以进入冲段的。好，这就是这个。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就结合我们这个案例，今天早上大家注意了是吧，一大早我就给大家发了一幅图，作为研究的案例。这个大家看一下，这是谁呀？是不是盛和资源？哎，大家注意，我彻底把我的留言找出来，这只股票我最早的关注是在这一天，在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一天盘中它曾经是跳空的，那么我让大家注意观察，而且并且我提醒这只股票是什么票，是波段的票。所谓的波段的票也就是趋势的票，对不对？我当时提醒大家这种票作为波段的票。为什么？为什么？大家看一看，看什么？是不是这个图？我这是大图，大家看这个地方，大家看这是不是整个一个大的奥呀？是不是大的奥呀？这是不是第二个奥呀？看到没有？这都是底非常大的两个奥，对吧？那么小的就不去。那么他们的奥尖峰是什么？他们的奥尖峰在这里面，是不是在这？大家看，大家看，往左看，我把它稍稍延伸一下，也就是说这个前面它全是坑，是不是坑啊？一个大坑啊，这前面还有啊，这里还有一个坑，一个坑，两个坑，三个坑，大家看，然后这里面小的四个坑，五个坑，对吧？坑极了，是不是太坑极了？坑极，那么这是小的，我们抓大放小呢，实际上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坑，这是两个大坑，这是三个大坑，是不是三个大坑啊？哎，这是三个大坑，三个大坑到这个位置再下来的时候，大家注意看是不是底部怎么样，大家看底部怎么样，已经是抬高了啊，这个不用说，真底肯定已经抬高了，看到没有啊？已经是抬高了，所以这个最后的坑就转变了奥。这个奥呢，他们共用一个奥尖，这个二奥就是共用这个奥尖峰，看到没有？奥尖峰在这里面，所以注意了，这就是波段的，这一波段可不可以做呀？对于稳健的队员，我们做哪开始做？是不是在这才开始做呀？不是在这才开始做，而是
在这个底部，明白吗？对，二凹大的二凹的时候，底部形成下游平衡，阳肾进形成王牌。像这种着不着急，一定要先有支撑，有王牌的时候。大家看这个二凹的成交量，是不是形成了白日低量群？这个里面已经形成白日低量群。注意，一般来说二凹下跌都要明显缩量，最好形成白日低量群。哎，就是二凹的正，一般底部抬高，一个底部抬高，第二个缩成白日低量群，第三个这个地方要开始怎么样构建王牌，一边或者说有明显的见底信号，低量柱加背量柱出现卧底王牌柱，好吧，这是大的建构。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位置，再到这一边，到前期的分顶附近的时候，大家看到分顶附近的时候，是不是又到这个分顶啊？还是没有过去，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急着进啊？那么我跳空注意观察，当天跳空马上下去，是不是不能做？就不能做，结果下来二个坑。但是我说这是一个波段的票，一旦过峰了我们就可以参加了，结果它没有在这个位置没有过去，又下来挖了个坑。我们把这个放大一点的坑，大家说这是第几个坑啊？这是第几个坑啊？是不是一凹看二凹跟三凹要登峰，是不是三凹要登峰？特别是当这个第三个凹底部抬高了，对吧？底部抬高了，我们把量学的三一二一穴位用上。三一二一穴位用上是什么呀？这个一波，这个一波，大家看是不是差不多是回踩二一位啊？是不是回踩二一位啊？这边一波上去下来，基本上打到底部，接近底部，但是抬高了，底部已经有所抬高，这是好事情。那么到这个地方下来，它回踩波段的二一位，这就是说明什么？节奏就发生变化了。对，节奏变化了，说明要干什么？主力就要准备上攻了，是不是啊？就要准备，要准备上攻了。所以像这种票，大家就记住，对，这里面就是金坑啊！我现在先放大的给大家看到没有？这样大家清楚没有？大家要想走波段的龙头股，就要找这一种，哎，找这种底部做两个大坑的票，明白吗？要找底部做两个坑，但是呢，坑转为凹，用我们的坑凹拐，哎，坑凹拐，那么这里面这个是拐点，对吧？这个坑凹拐，那么这里面拐点在这儿，这是凹三凹，对吧？那尤其是当可以一个稳健的可以做这一波主攻，接下来呢，可这个底部抬高三凹的，大家就要跟上，三凹往往就要冲锋，看到吗？往往就要冲锋。大家看这只股票从这个位置的话，我看看应该在八块钱附近，对不对？八块钱附近，八块钱附近涨到今天，我这是昨天的画的图，是不是已经翻倍了？是不是已经翻倍了？也就是说，找这种波段的龙头牛股，一不小心就翻倍了啊！哎，我这样讲大的，大家清楚吗？这样的大家清楚吗？好，那么所以这样的股票，它原则上它一般都要翻倍，哎，特别在起涨第三步要翻倍。还有呢，它一般过了凹尖峰的，我们强势个股，大家讲一般稍稍强一点的个股，它都会在这过分这个分顶线上翻一倍。比如说这九块六啊，九块六，那么它正常情况下，它可以到达十八块，十九块二啊，十九块二附近，
好吧，它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测幅。好，那么我们这是我大的框架给大家看，我们接下来再把圣和资源这个补这个位置再给大家分析一下主攻弹，好吗？哎，所以这个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你首先要有大的格局，对吧？首先要有大的格局，你大的趋势看懂了，你就不会被短期的震荡阴阳回马枪给洗出去。当然这里还有量价关系，还有量价关系，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圣和资源，圣和资源，圣和，这下我们就把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大了，放大了。就是我也喜欢呀，大家都不盗版就好了，不盗版的话我也喜欢这样讲啊。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看到没，给大家看的是不是这个左侧的奥尖峰，第一波上去是不是奥尖峰？那么大家请看，这是奥尖峰，第二天干什么，首跌是干什么，首跌就是明显是苏三一，对不对？首跌苏三一，好，是不是假跌？假跌。好，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放量阴，但是它是什么呀，它是下跌的，下跌的跳量阴。这一天我们看不出来是出货还是吸货，但是第二天主力庄家告诉我们干什么，这一天也是假的啊，这一天也是假的啊，所以它还是假。好，那么再看后面呢，大家请看后面的下跌，哎，一样的到这边缩量三一。好，这边呢是不是缩量啊，是不是缩量下跌，都是缩量下跌，到这个位置就缩为摆低了，摆低，摆着低量。好，在下面大家请看下面是不是就是白日低量群，这下面就完全的变成了白日低量群，对吧？所以左侧这个奥比较大吧，这是二奥里面的下跌缩为白日低量群，牛股量型就出现了。我再把这个点大家再这样再看啊，我把它放大，我这边拿掉，看到吗，拿掉，是不是看的就更加清楚，看到没，大家看的就更加清楚。好，在这个位置什么时候见底呀，是不是什么时候见底呀，大家请看一个坑，是吧，我们抓大放小啊，两个坑，是不是三个坑，是不是四个坑，坑死人了，是不是坑死人啊，哎，一个是假跌连跌挖坑跌。好，然后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左侧是不是有第一奥的支撑啊，有第一奥的支撑。好，假跌到位了，超跌了，已经到位了，那么量柱呢，白日低量群，大家看到没有，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已经形成连续的白日低量了，是不是见底在即啊，哎，就是底部就见底在即。好，还不行，还不行，再看是不是要底部出王牌啊，像这种稳健的波段品种，那跟我们短线牛股不一样，短线上来就低量柱，就直接是倍量涨停，是不是低量加倍量涨停，但是像这种品种它就是稳健的，我们抓关键，这个是不是极阴次阳，哎，这个是极阴次阳，有没有过，对吧，极阴次阳之后第二天是不是把它升级了，大家看这是不是就升级为它是高中低高质量的王牌柱，是元帅吗，应该是元帅，还有跳空是吧，有跳空就是元帅，看强不强，那是不是我给大家讲的22期给大家讲的这里的真正的见底需要什么样的平衡啊，是阳弱平衡还是阳强平衡，哎，
是需要阳强平衡，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呢才是阳弱平衡还不行，关键是我们这一根阳强平衡小背阳，对不对？哎，小背阳提升了它的质量，把这个小不小的不起眼的哎，这个小阳柱升级为元帅柱，关键是他的功劳，对不对？关键是这个元帅后面有来了一个强将，哎，强将。所以，但是我们在画黄金鸡的时候，大家注意啊，画黄金鸡的时候，我们就涉及到黄金线，画黄金线或者画亮线，就是要寻找主力的足迹，哎，寻找主力的足迹。抓关键怎么呢？我们在这里以他为王牌画黄金线，他后面也是架升量缩，对吧？架升量缩，左支右撑，画出一道黄金线，对吧？好，在这后面大家看谁做王牌柱基柱啊？就是这一个做王牌柱的基柱，为什么呀？是不是小背阳？是不是小背阳啊？哎，这个是小背阳，然后呢后面啊加升量岁，它是又是一根，我们有没有跳空？没有跳空，就是一个黄金柱，对不对？我们以它作为基柱，是不是又找一个组织又称画出黄金 T2？ 好，再往下面发展，大家请看，这是不是小背阳啊？这是不是小背阳啊？又是一个小背阳，小背阳后面又是架升量随，架升量随，它就是一个小漏斗，低中高小漏斗，生活对比定去留，这个温和含蓄的，所以我们以这个小背阳作为基柱，再画一个黄金梯。好，到了这个位置，大家看这是什么啊？是不是一个小高亮？在这个前边它是一个小高亮，所以高亮做王牌，对不对？高亮做王牌，这个本来是将军柱，但是被他升华为黄金柱，没有在三日的收盘价的均价，在以柱一线判定法，在基柱的实顶之上即为黄金柱，在基柱的实顶之下，而在实底之上就是为将军柱，是吧？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综合的去给他画，是不是找高亮柱实底画黄金线，按照标准的画法，大家看标准的画法是找这个王牌柱的基柱的实底画黄金线，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几级了？一级、两级、三级、四级黄金梯了，是不是画出了四级黄金梯？好，到了这个后面呢，哎，正常情况下大家请看，我们是找梯量柱，一二三，看到没有？梯量柱的时候我们以梯量柱画黄金梯，哎，梯量柱黄金梯，梯量柱第三日，大家看是不是画在这儿啊？是不是画在这儿呀？正好就以三日后的低点画黄金线，大家看一级、两级、三级、四级、五级，好不好啊？清楚吗？我等于在既在讲二十三期，又是在讲二十二期的强化黄金线、黄金柱、黄金线知识，对不对？对吧？所以那么这个地方在干什么呀？这个地方在干什么呀？这不就是势见增补正，是不是就正仓呀？这就是正仓，势见增补正，正仓的行为。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黄金仓，对不对？就是我们的黄金仓。哎，做了黄金仓起来，那么因此说大家什么时候能过风呀？这地方是风，梯量柱的时候我们以梯量柱画黄金梯，
哎，提亮住黄金地，提亮住第三日，大家看是不是画在这儿啊？是不是画在这儿呀？正好就以三日后的低点画黄金线，大家看一级、两级、三级、四级、五级，好不好啊？清楚吗？我等一下再既是讲23期，又是在讲22期的强化黄金线、黄金柱、黄金线知识，对不对？对吧？所以，那么这个地方在干什么呀？这个地方在干什么呀？这不就是势、见、增、补、正，是不是就正仓呀？这就是正仓，势、见、增、补、正，正仓的行为。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黄金仓，对不对？就是我们的黄金仓。哎，做了黄金仓起来，那么因此说，大家什么时候能过风呀？这地方是风，这些地方标标准准的，有没有过风啊？就没有过风，没有过风，有的就为什么有的人会追在这个顶上呢？因为他不懂黄金梯，不懂黄金战法，是不是啊？哎，这里有黄金梯，黄金梯之后五级黄金梯以后，他还要打结做黄金仓，是不是？黄金仓结束之后，哎，才会上涨。我们看这是五打几，这个实际上是五打四。哎，大家说强还是弱呀？五打四强还是弱呀？五打五呢？五级以后这就在五级台阶上不打呢？强还是弱呀？哎，我们老师的阴科医疗，是不是就是在五级上面该打不打？也就是说，这个五打四是强悍的。好，我们在这后面，前面就打掉不要求。好，到这个黄金，这个王牌柱，是不是宣示它调整结束呀？哎，这个王牌宣示调整结束。大家所以把我教的知识融会贯通的使用，这里面是不是就短线的机会来了？一个凹，两个凹，是不是小凹啊？这是不是小凹啊？一凹可以看，对不对？这个把昨天的知识我再放大给大家哈，我再放大给大家看，更清楚，再更清楚。这个就是回到昨天我给大家讲的坑凹拐，是不是左侧？是不是左侧苏三一下跌？看到没有？是不是苏三一下跌？是不是假跌？是不是？哎，好，是不是挖坑长阴短柱？哎，就是挖坑短阴短柱，然后百日低量跌到位了，这边就一根背量起柱，背量这个是不是黄金柱？这根按照三日均价算的话，它应该是背量黄金柱，刹车了，是不是刹车？好，到这个位置是不是长阴短柱啊？标准的长阴短柱，是不是标准的长阴短柱？是。然后这一天的极阴次阳干什么呀？这是不是就一凹二凹？从短线的角度，哎，这个凹我可以不要，但是这个凹要不要了？这个凹就要了，是不是？这个凹就要了。哎，这个凹就是我们开始，我是在这一天提醒大家的，是不是在这一天啊？哎，在这一天提醒大家，结果它没有过去跳空，没有过风，对不对？那么下来了，我来看一下今天的量波啊。哎，量波，大家看，大家看这一天量波能不能进场啊？所以说还这量波知识也要懂的，在这一天的量波完全就是高开跳空阳急升波，遇阻不过即出货，对不对？遇阻不过即出货，好不好？哎，所以那么但是这只股票是不是就不好呀？有的人这样冲动的在这一天进去了，龙头密探提醒大家研究的就跟进去了，
你跟进去是不是就吃亏了？一套套下来了，是不是？套下来呢，看懂的还好，看不，如果是清仓呢还好，清仓我可以到底部增仓，看懂了，是不是？哎，对吧？对吧？所以你这个看懂的这种票呢也不怕的，但是你全仓舒不舒服啊？如果你是重仓全仓的给它套下来，加起来这几天有20%多了，是不是？哇，100万就是20万没了。心再加上看不懂行情呢，认知不到位呢，看得懂的到这地方要不要杀跌呀？哎，看得对，拿住也不能拿住不亏。问题是我们好多量那个队员新队员量柱知识也不懂，量线也不懂，主力的操盘这个规划也不懂，对不对？我刚才讲的事件正骨正起了，哎，今晚这节课大家说，这节课全是知识，量学的精华知识，是不是？你说不准就在这一天被杀出去了，是不是？这一天就被把吓出去了，是吧？但是按照九阴真经呢，我们复习一下九阴真经，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最后一根阳？这是不是阳关道？是不是阳关道啊？哎，你这一个跌破阳关道，有票赶快跑。这一天干什么呀？跳空阴拉拐清，该清不清，常悔清，是不是？然后这一天呢，跌破阳是底，灾祸盯着你，是不是？这你是不是都应该先出来？那么本身这一天就不该买，按照量不不该买，你买了第二天跳空阴给我拉拐清，对不对？最后跌破高量底，这个大阳底必须出。还有一个大家注意没，左侧的最高量柱是不是它呀？水平方向的最高量柱是它，所以我们取实底的话，这一天的盘中已经跌破高量底，看到没有？跌破高量底，是不是灾祸等着你？啊，后面一个下跌，这个还好，这个灾祸呢还可控的，那么有的灾祸就很可怕的。然后这个地方不过鬼门关，千万别蛮干，不过鬼门关，千万别蛮干，对不对？好，直到这后面下面才出现阳胜阴，是不是精彩啊？像这种股票，稳稳当当的股票，第一步可以放弃，哎，这一步就可以放弃。当然，真正的量学达人，跟踪操盘的可不可以做呀？就可以做，对吧？哎，完全就可以做。那么为什么这地方就找到平衡，找到支撑之后做这一步？好，下来，再下来，那么到这个极阴次阳过鬼门关，对不对？二奥的阴阳可建仓，对不对？二奥的阴阳可建仓，双阳盖阴，当第二天二阳的时候，二奥的二阳双阳盖全阴，量柱大家看，量柱阳胜阴，九阳真经，是不是九阳真经？哎，量柱已经出现阳胜阴了，二阳盖阴了，是不是可以入场了？哎，实际上就完全就可以入场了，不需要等了。好，大家再看什么样叫过风啊，什么样叫才能够过左风啊？大家看，像这种股票，按照这种操盘节奏，大家说主力过风是不是就志在必夺啊？是不是这样的票？大家看明白了，明白没有？所以量学的知识是综合的，是不是综合的？你必须全面的、系统的学习啊！这边是左风，哎，这边是左风。这边是左风，那到这地方下来黄金仓，你要看懂这个节奏，事件增补正起拉这个节奏，你就来了。那么然后我们这边好，这个柱子大家看什么柱啊？这是什么柱啊？是不是高中低右喇叭的形状啊？看到没有？哎，高中低右喇叭是我们的王牌青龙十一招的第几招？王牌青龙十一招的第一招，这是最高招，
是不是最强招？所以说这个就告诉大家，好，再加上大中小该回调，某某音要当心，他该调不调，该跌不跌，这第二天还来一个假阴真阳，继续缩量，看到没有？继续缩量，而且把这个柱子它变成元帅柱了，元帅了，哎，这个后面连续跳空，变成他是元帅，元帅先者又先把他升华为元帅了，强不强啊？强不强？按照这种建构，大家说主力是不是综合的？又是二奥，是不是志在必夺？是不是这个地方过分是志在必夺呀？那明白意思？哎，今天这个就给大家一个体会一下，什么样能过分，什么样不能过分，是不是还是亮柱语言？是不是亮柱黄金柱的语言？是不是？哎，黄金柱语言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那我们在这地方，那么就完全跟踪可以进。在这天，大家看，哎，是不是过风了？这一天就过了这个风了。过风之后，开始学习，对不对？哎，所以要学习，对不对？大家高手不是一天成就的，我对不对？不是一天成就的。所以按照这样子，大家明白了没有？哎，事件增补。正起，看到没有啊？以这根过分的作为王牌柱，是不是？它是过分的，对吧？过分的起，启动，是不是启动？然后这一天就是拉升，哎，拉升啊！所以按照目标价呢，这只股票应该到20元的附近的，所以我今天也画了图，但是不能追，是不是不能追啊？哎，那么因此说这样的股票到了这边涨到这个位置，大家说这2000的下跌行情就结束了吗？啊，真正看懂了这只股票的整体的走势，在这个位置能理解在干什么了吧？能理解在干什么了吧？啊，它就是还有阻测，应该这个位置还有阻测有压力，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折腾？是因为遇到了左侧的这个位置的分和高量，是不是这个位置的高量啊？明白了没有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看懂了你就可以高抛低吸，啊，就可以高抛低吸啊。所以这个股票你给大家讲的，这些就是相当于什么上升当中的奥呀，这是不是上升图中的奥啊？看到没有啊？上升图中的奥，这是一阴一个奥，两阴两个奥，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三个板当中加着两根阴，哎，它所以融会贯通了，就是小奥，就是小奥，是不是两个小奥？而且两个真底是不是抬高的？都是抬高的，嗯，是吧？然后再关键再看看呢，哎，所以这里面根基很扎实，左侧的根基很扎实。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长阳矮柱涨停板。然后你这一天啪的下来，成交量干什么？哎，这一天有没有破底呀？没有破底，然后成交量又是缩的，所以就是该涨不涨，对不对？按照这个建构，它该涨，该涨不涨的跌，往往可能就是假跌，是不是？是不是？哎，该涨不涨的跌往往就是假跌，所以不学习牛股你都看不懂，就是这，对呀，我，所以有些人就不理解，我让学习就不理解，都急于实盘，啊，量学的知识从量柱擒涨停到量线捉涨停，里面好多精华知识，好多精华知识，这两本书学好了，真的才能够达到两段的水平，两段的水平，
然后才是伏击涨停，涨停密码。哎，接下来才是融会贯通。五段，我们征求五段的水平，就是融会贯通的程度，懂吗？好，那是吧？大家再看结果，我们看这一天的量波啊，这天的量波跌得比较狠，对吧？跌得比较狠，但是它的最低价是10.67，这个这个是6.9啊，10.68，最低是10.68，但是这儿有个跳空10.65，看到没？它有个跳空，也就是这个阳能够支撑它。第二天直接本来是跳空一字板，打了后来做个 T 字板，大家看这个成交量，这个涨停板，主力控盘没有啊？主力是明显的控盘嘛，缩量价板量缩，这个就是升级到价板量缩的战法，价升量缩的战法，要不要懂啊？哎，你懂了价升量缩战法，价就用上了。哦，这个后面这一天跌，真的还假的？它往往就为假，除非它放巨量，对吧？正常情况下，看它的这种量波，它没有主力，没有怎么样出货，而且这是什么呀？假阴真阳，是不是假阴真阳？量的放量还是可控的，不是高的离谱，对吧？关键是什么？哎，关键是什么？第二天直接来个跳空阳，所以这种股票主策看懂了，我这里还画了量线呢，看到没有？我以怎么画的量线给大家来讲一下，太极线，太极线这是王牌柱，看到没有？这是王牌柱，以这王牌柱的实底连线，大家看，所以你把这个太极线一画，打到这儿怕不怕呀？为什么第二天起来打到有没有破太极线呢？是不是都在太极线上起来的？是不是都在太极线上起来的？明白没有？就是这么牛，是不是？就是这么牛，好吧？哎，这是画出来的。那么，所以我这只股票今天早上画在群里，就是让大家来研究什么怎么样的做波段股票，好不好？哎，同样的要找，就是要找大的二奥，大的二奥找出来以后呢，要找二奥底部有强势的，那么最好是三低三有的用起来，对不对？哎，然后奥中奥结合起来，把我们坑奥拐的知识综合的用起来，对不对？那么这样，那今天早上我分析了，你看今天上来它就高量，是低开是低开，但是很强势，对吧？看看怎么今天的集合竞价，看到没有啊？这个集合竞价就是带有诱空陷阱的集合竞价，它最后是往下的密集撮合区在这儿，整个就密集撮合区，然后到这儿呢，开盘是挖了个坑，哎，这就是坑，假的，骗人的，骗人就是要靠开盘后的定势，上来就往上，看到没有？上来就往上，所以这只股票行情就应该没有结束，阳关道也守住，站稳高量顶，是不是？我们今天量波向上突破收盘价，是不是高量顶啊？今天的收盘价就是昨天的高量顶，上周五的高量顶，对吧？所以我们研究透了，我们就知道这个目标，这只股票有可能还涨，真的说有可能，我们没有进去的不要进了，在这个不要去追了，好不好？千万别去追，不懂的你就坏了。那么懂的呢，懂量波的还可以适当的去参与，一般原则上就是看戏，哎，价涨量缩，哎，当然就是说一定要高手，你不能错了，到时候不就错，九阴真经出来了还不知道出货，那行不行？哎，九阴真经就知他不出货呢，那行吧？一定出现九阴真经就要出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课先要学会胜利出逃，哎，说你知道。那么像这个票，我看啊，如果再炸再画线，可不可以画一下啊？哎，它这个是关键的过分。
我们今天是打哪去了？哎，它是可以这样，我们原则上可以按照这样的划线，看到吧？以这个顶，这个相当于一个王牌，上升图中的一个高质量的元帅。以它的第三是顶和底，这个顶和这个底画，实际上就画的是太极线，哎，画的一个太极线结合起来，那这个太极线不能跌破，跌破了就危险了。同时呢，我们以这个今天的阳关道守住阳关道，阳关道之上，太极线之上，OK，还可以继续持股待涨，对吧？就是这么去做票，好吧？研究，好，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可以吧？可以吧？啊，由此我想到，大家看我前期给大家说的天齐锂业天啊、天齐。天齐锂业，大家看到没有？能够理解了吧？大家自己研究一下，哎，大家研究一下天齐锂业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有的时候听消息面啊，大家注意，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哎，这只股票传出什么大股东啊、解禁啊，反正什么东西的，很有利空，哎，充满了利空。但是在这个地方充满利空的地方，恰恰是还有亏损，恰恰是我们主攻行情的开始，对吧？这个风在炸，看到没有？这个风在炸，一旦过风了，是不是过风了？就是一波翻倍的行情，是不是翻倍了？大家看是不是翻倍了？哎，已经就算32块钱，今天65块钱，已经是翻倍了，是不是？好吧，是不是傲啊？明白了吗？我第一次给大家讲，啊，我们的牛股啊，希望大家呢珍惜我们的劳动成果啊，这是讲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盘面，给大家讲一下，啊，讲一下，大盘在这个位置，注意了，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今天一不小心。又被我命中了，我们今天一不小心又是中大阳，盘中实现中大阳，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大家看这是什么柱啊？现在清楚吧？哎，这是价后三日，这是价升量平，是不是右喇叭？是右喇叭，对不对？哎，高中低。右喇叭，量价背离，人人夸。然后呢，阳阴阳该上涨，对不对？然后呢，某某中该要冲锋，该冲不冲就做空。这个是一个高质量的元帅柱，不是黄金咯，这个不是黄金咯，这是元帅柱咯，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学习量学，大家看，那，哎，细节决定命运。为什么？还记得我前面给大家讲那个东西吗？我说这一天收盘很精彩，还记得吗？有没有记得我这一天？这一天我说收盘太精彩了，它是尾盘翘上去的，是不是？它本来是收在3563点的，结果尾盘咣拉了上去，收在3566点。对不对？3566点呢，就比这个3565点的真底就抬高了，所以这就是细节。这样一抬高了，意味着后面上涨该涨还是跌啊？真底抬高了，往往预示它就涨，对吧？所以我的判断近期一直非常准，对不对？哎，你们的龙头煤炭近期判断的相当的准，应该说相当的准啊，这个。没骄傲，也不谦虚，是不是啊？相当的准，所以我这个就是心看着严密的整天，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傲，两个傲，小傲，这是不是小三傲啊？这是不是小的三傲呀？这个真底收盘价收在这个阳关道上，是不是小的三傲呀？所以这就是该涨的动作，是不是该涨的动作？但是。该涨，我们讲过，左侧干什么？
左侧是不是历史上的它没有强势突破了，哎，所以能不能抱着证券股给它跌啊？哎，所以九阴真经没必须学会啊，必须把九阴真经学会了。对，好，这就是哎，明天再打行不行啊？再大跌可不可以啊？完全可以嘛。哎，你再大跌干什么？再大跌还是来考验这个元帅，是不是？还是考验这个元帅，是不是在考验我们的灯塔线呢？哎，考验我们这个灯塔线呢？所以下一节可能给大家讲灯塔线，但是这个灯塔线知识啊，是这个量学的最精华的知识，我有点不想直播了，我想落播上传啊，我想落播上传，哎，这个是我实际上都是精华知识，我今天讲的也是精华知识啊，全是精华知识，好吧？哎，好，希望大家看到众筹的举报，哎，举报了以后马上查封他们的号，好不好？哎，看到有众筹的给我举报啊。好，这就是我们明天就策略上注意，哎，涨得好我们就要关注严密关注大金融的表现。大家再看看证券板块指数，对吧？证券板块指数是不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是不是到了关键的时刻？证券板块到了关键的时刻，对不对？哎，所以这个位置能不能再跌了？不能再跌了，对，不能再跌了。那这个位置如果出现再来一个，对吧？这个位置如果出现再来一个阳，是不是就漂亮了？弄个实的。啊，这个位置如果哎再出个阳，那就证券板块就要飘线，对不对？我们就要看，我们预判和第二天的临盘要灵活结合起来，要灵活结合起来，好吧？哎，所以今天看看还有什么。最重要的啊，还有什么？没了，啊，没了。好，大家围绕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的西业股份，哎，西业股份，从波段的角度适当的研究，再去找一找哈。今天讲的知识，应该说大家平时多看一看，那么就容易找得到。看看一下，我再看一下几个重要的板块指数，煤炭板块在炸。煤炭板块可不可以起来呀？煤炭板块也有可能起来，对不对？也有可能起来，这是不是王牌支撑啊？按照这个王牌质量，今天回踩，明天要看。然后880324，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是不是强啊？有色金属板块相对就比较惨，对吧？我们早就提醒大家了啊，早就提醒大家了，哎，结合起来，好吧？好，我今天晚上给大家讲的就是重点，给大家讲如何做波段的龙头牛股啊，希望我们的队友们啊，既喜欢超短线的，哎，喜欢超短线的就做超短线的，喜欢稳健的就做波段的，好吗？好，我们今天的晚上的交流就到这里，谢谢大家。